Power BI 是 Microsoft 的商业智能分析工具，可协助企业透过报告、仪表板含资料模型来分析数据，并支援多种数据来源及云端服务整合，让使用者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都能取得所需数据。欲下载，请至微软官方网站https://powerby.microsoft.com/chtw。我们来去看一下 Power BI 如何下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在Google 搜寻引擎输入 Power BI 下载，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第一个，这就是微软公司官方网站所提供的一个下载，所以点选下载 Power BI 工具，然后接下来点选进阶下载选项，在接下来在这个地方麻烦请改成繁体中文，以及点选下载这个按钮。到这边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有同学，我昨天才发现，就是说可能有些同学的电脑是旧版的，所以说您可能会需要32位元。如果您需要32位元的 Power BI 安装程式，你就点选下面这一个。不过目前现在基本上反正很多的电脑都是使用64位元的 Windows 作业系统，所以请选择这一个 Power BI Desktop Setup X64， 然后勾选，然后点选 Next。 好，当你点了这个 Next 的，它就开始去进行下载。那我昨天已经下载过了，我就不再按这个下载。下载完毕之后就要进行安装。那如何安装，因为我已经装好了，所以在这边我只是告诉大家怎么做安装。首先一，打开资料夹，点选下载，然后快点两下这个 PBI Desktop Setup X64， 快速点两下，然后将操作的步骤下一步完成。那以上是 Power BI 软体的下载与安装。